娜娜，摇铃，摇铃才有老板。摇铃点播，这个老板是你。摇铃的摇得很开心。啊，那我的长度刚刚好吧？对 ，Yuna 也可以用。对，好了，不要摇了。老板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我们做的一间，就是专门做外带的火锅店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就是可以，就是当天气冷了，可以带回家吃，很方便这样子。那你们看我怎么火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，煮完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？就我们家的锅，这是麻辣。对，这是我个人还蛮爱麻辣的。但是如果也不吃辣的话，像我觉得牛奶锅也很好吃，然后番茄锅就是酸酸的，然后是真的番茄下去熬煮的。然后我要先给大家分享，没关系，先分享麻辣，马告也不错。我们这个是有两种菜盘啦、啊，就有综合菜盘跟全菜菜盘。综合菜盘的话就像这样子，会有一些角类，像心心肠啦。哦，然后呢，鱼饺、燕饺、虾饺这样子。像我就不喜欢吃一些饺类，所以我就会选全部都是青菜。然后青菜有南瓜、芋头啊，然后就是都是蔬菜，吃素的人就可以选这个。对，高丽菜什么都有。然后我还有鸭血，重点对麻辣的话会有鸭血，然后跟那个油条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超多肉！爆量的肉，我现在放旁边再捞。好。也太多了吧，爆量的肉，然后这里，这不是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拍片，我才把它加这么多，来就是这么多，它就是这么多肉。我要先吃。好啦，那大家看到这一片的时候呢，可能是星期五，星期五的话呢，就是来就是八折。那其实一般我们可能只会吃到可能牛五花，我们没有，这里还有板腱，你想要吃比较好的肉，板腱也有。那你以为板腱好像可能会贵个五六十一百，没有，它其实也才贵个20而已。平均一锅的平均价钱都在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抓150到180左右。对，其实这样一锅就蛮丰富。为什么蛮丰富？因为我喜欢这么丰富。没错，因为我觉得吃火锅就是要丰富，我觉得里面的料多实在，我们就是收大家多少钱，不要那种可能外面其实现在一锅也要130、140，但是吃下来我觉得有点空虚。其实这是只有这个我们敢讲啊，就是我们的肉来讲的话呢，绝对是比一般的就是火锅店都还多，外带店都还多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吃起来都很扎实。我闻到这麻辣味超香的，因为但其实我不太吃外面的火锅，是因为我外面的外带锅，因为我很怕外面的外带锅的那个辣不够辣，也不够好吃。但是我们的麻辣锅是真的是用鬼椒下去炒的，香麻，但你不会觉得辣得很不舒服。而且啊，因为我们啊，就是像很多人说，就是外面很多这种外带的啊，肉都给2、3片、3、4片，而且或者是有些会给重组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直接会有一台就是牛肉切片，就是直接在里面切，对，然后就是真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原肉块。不用介绍那么多，你们来吃就知道了。对。六日大家、对啊，吃一吃大家肉，因为今天超冷。他女儿被抱走。娜娜来。来，小菠萝都孵完了，到底会不会抱小孩？他今天穿的超可爱的，然后特地呢是去。就是配合，这好好看哦，韩服。妈妈，他抱回去了吗？你特地配合这整间店，然后非常复古，然后很日式的感觉。然后老板，你都会在这边吧？
最近都会在这边。对，那天气如果好的话，我也会去卖三明治。哈哈哈哈哈。大家不要看。大家都以为我们老板不卖三明治，没有，三明治那么好吃，怎么会不卖呢？因为最近真的是下雨，然后我们又要卖芭乐，然后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忙。那当然新店当然是以新店为主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为了让我老婆轻松一点。对，你有看到点锅摇铃好不好？点锅摇铃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点锅的时候摇了铃铛。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，也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。对啊，人家都问我说这怎么想到的，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要这样。因为你想的是，因为我自己叫郭雅玲，他可能是点郭雅玲吧。不要我自己的天知。这是以爱之名的一间火锅店啊。因为我们整个就是风格设计装潢都是由我一手包办的这样子。然后像啊，我们的名字叫做祥小锅，大家有没有听到祥小锅就想到什么？想到小龟啦，对不对？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小锅，小火锅，小锅，小锅，想就是想食嘛，就是很丰富、很美味的食物，对。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天冷，大家就是很适合吃锅。而且 我知道现在还有肉哎，哇塞，天啊，你肉吃不完，就吃完这一锅就很饱了。当然他这一锅一定还是有付白饭，但是他不吃饭，然后不是吃这个，没错，不要吃太多白饭。想要一个人就可以享受这种小锅的感觉，你知道天冷冷觉得寂寞觉得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到小锅。你寂寞觉得我会来抱你。而且吃暖暖的就觉得很舒服，是很舒服，这样真的很舒服。对啊，我真的想穿吊嘎。真的？就我热了，我真的热了。好啦，我自己是因为自己，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爱吃锅，那我喜欢吃锅，那所以呢，在每一个就是口味上面，我们都很用心的去就是熬煮这样子。然后在料的方面呢，因为我也觉得，我不想要让大家吃的空虚，老板娘给料一定就是给的很实在，好不好？也要对得起自己，没错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是我们。之后呢，就是在那个 Uber E 跟 Panda 都有合作，所以像可能比较远的朋友，像台北市的朋友会觉得啊，好像有点远，那你也可以叫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当然就是价格一样，店内价格跟那个 Uber E 的外送平台价格都是一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尽量来店内吃。好，吃完。有客，好，有客，我们先忙了，因为今天市营里也蛮多人的，好吧？拜拜。